啊，有人留言说饿到他们了，那你是个吃货货，冬至吃汤圆。啊啊呼！你看你那个肚子，来，那肚子饿的哈，来跑一下，好，跑一下，跑一下，我们来开箱，来上去。你刚不是一直在跑吗？啊，是啊、哦，好的，来跑一下。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他刚明明就一直在跑，来运动一下，运动一下。对，来、OK， 不是啦，一下，他就是一下，放上来，好，上去上去，对，好，跑起来。就是这样子，好的好的，这样就有了。来，我来帮你升级配备哦。好嘞，你们都很会说话哦。阿户啊，你整个下午都来要食物，人家误会都没给你吃呢，而且早晚餐主食惯呢。喂，等一下。啊，你真的好胖哦！哇，你好胖啊！我有帮你买的东西哦，哈，超大包装，你喜欢吃的。而且还买两包哦，哎，这个一包要2000块哦，哈，很好吃。为了你的，我都下得了手。妈妈自己都舍不得吃鸡排呢。他们有送了一个这个，刚好天气冷了，看能不能用得到。叶子床垫，欧连喜欢吗？欧连先试躺，欧连先试躺。这一箱呢，就是要帮他们升级的配备。他们寄来的。对，这是 GC 微步亭，就是因为它原本附的是这种铁碗嘛，它叫做陶陶碗。陶碗碗。哇，哦，是陶碗碗哦，差不多啦。好漂亮哦。包装好讲究。哎，这个分量蛮重的哦。刚刚好，全是定制的，很有质感，而且它上面有刻字哦 ，Grand Classic， 先洗一下。拿到一些迫不及待的想要按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落下来有比较好吃吗？哎，有了，有下来，还蛮顺滑的。帮它更新了这个陶碗碗，然后你是个吃货货，哎，吃很满，两边都他的，食物比较重要，碗什么的他都可以接受。啊、你不要那么顺手好吗？阿虎，哎，按给欧连吃，哇，欧连也喜欢，欧连很少来这边吃的，换了碗之后呢，欧连就喜欢了，所以跟碗有非常大的关系哦。你看，你看，甜牛奶了，对，好可爱哦，用手去剥，这个是比较浅，所以可以用手捞。好了、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、欸，快按快按，不够位，不够位，主食罐呢，一罐50几块呢。阿Kim，看一下你食欲有变好了。哦，洗下去吧，让大家看看什么叫做洗碗巾，永远珍惜食物的美好。哎，楼下那些猫哈，整天讨零食吃。哇，阿丁清盘了，扑向爸爸的怀抱吧。阿丁，你要去哪里？好棒啊、哦，要永远健康哦，好不好？哇，津津有味，津津有味。这个一天两三餐都吃罐罐，然后随时有零食吃。啊，有人留言说饿到他们了没有？是阿虎吃完立刻回来再跟你要食物，所以他的身材才会是这样子。小猫咪们，来来来，吃饭吃饭，吃饭喽，吃吧吃吧。有这么饿吗，孩子？你们要彼此扶持哈，那你们的姐姐不要吓到人家哦，又吃罐罐又吃干干，多幸福啊！好嘞，你哦，罐罐吃完立刻来吃，你看你看，不要再骂我没给他吃了。冬至吃汤圆，祝大家人猫都团圆。